你们在那边看的是吗？对，我们这儿能看到。能看到。那我现在就要做实验吗？对，可以啊，你就说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你说介绍几个电视剧《胭脂》里面特工的实验，然后也可以大家看一下。既然你们都没有问题想问，那我就做实验了。我要做实验，做实验我就得把手机放在这上面。好，对，对，翻过来，对，横过来。受这么多不好吗？没事，一边做也可以一边拿。可是这样我看不到他们的字是这样的。哦，小心，要歪脖了，就这对，个。脸是对的吗？对的。可是他们的字全都是，好吧，不管你们说什么了，我工作了呀，我刚收工，但是为了你们，跟你们聊天儿，做直播，我还是要做直播。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科学小实验。哎，是这个蓝胭脂里面的哈，大家不是都好奇这个柠檬汁到底能不能写字吗？虽然有很多人做了实验了，但是我还是要亲手做一下实验，因为这个实验只有蓝胭脂做了才算对的，才算是成功的。赵小刀，你看小刀。举起了我的小刀，现在切柠檬。小这么心切哈，手，小心手。然后把柠檬汁挤到这个杯子里面。一个就够，半个就够了吧？对，够了，够了，可以。然后拿棉签蘸字，他们都有在看吗？有人在看实验吗？写个什么呢？就写。看一下，可以多蘸点柠檬会更明显。这张纸别浪费了，写一个香菇，香菇。写完了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吧，所以我们就要拿火烤。没有，先点酒，点酒的圈擦一下。还用点酒擦吗？对，擦才能写那个字。那不两种吗？先让它拿火，那就不是先拿拿火火。烤的吗？拿火烤的，先这样，你就先两种。因为这种方法有两种。所以就先用火烤的这一种。你把这个看我做实验。行了吧，可以烤了。好，可以，我点了。不行，就是说你这个人特别的棒，性格特别好。哎，谢谢大夫。对，我这个那个啥，你有什么？我代表这个帅哥群，那个帅哥协会会长，帅哥协会会长啊。这个突然从我自己嘴说了，有点不好意思啊。
那个什么协会会长，什么协会啊？帅哥协会，党部门协会的啊，皮皮协会、啊。今天给你发一个官方的认证，这个小卡片。哎呦，谢谢您，官方认证的帅哥。哎呀，帅哥协会永远要你给不给我呀？给给，还是要白得了，谢谢您。哎呦，官方帅哥这样，其实帅哥其实确实是这样，因为很多人都说咱俩长得特别像，就说这五官。惊人的相似，就是感觉真的是啊，惊人的相似。对，长相可能不像，手相特别像，生命线、爱情线、前列腺都是。那是不可能的，说什么呢？关键是，我跟你说，跟大家说一点，因为鹿晗，我们大家都北京的嘛，北京人怎么样？就是特别仗义，就是仗义。对，来这个演出，我给他钱他都不要，他说。他说你给那么点还不如不给呢哈、啊、没有，我没说，就这样的啊。对，哎，然后北京话里叫我们鹿晗是什么，怎么说？大猴我栾，大猴栾是不是？大猴栾没有啊，大猴我栾，对，大猴我栾。然后我是大碗，对，然后上回我还自个儿编一个，我说要是那咱俩在一块儿，就是大伟栾心感感，就是这种。心感感，就是因为以前我就说听过好多，就是说心肝儿，然后亲爱的宝贝什么的，我听过一最恶心的，就管人叫心感感。哇，你是我的心感感。嘚儿委员啊，心感感啊。其实我们俩大家都知道，是我们是录那个我去上学的时候认识的，对不是？对。然后大家都看过那个对啊，对，那节目也特别棒。其实对于咱们来说，那个标题是我去上学了。对于那帮放暑假和开学的朋友叫做我去又上学了。好，我们俩呢，咱俩就算情投意合，咱俩有个诗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有情你有意，俩人一见，哎呦我去，你看都是我本来想说哎呀妈，哎呀妈，还是什么东西，还有马呢是吧？啊，对，然后那个所以说鹿晗老师特别的优秀，对不对？大老师也同样优秀，对不对？没有鹿老师不会的。刚才我们两个也一块儿，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够拿出这种精神，一块儿这么着。咱们只要是北京人的朋友，还有喜欢我的朋友，伸出手指搁在你们的下牙膛，对，一块儿说我们什么不会啊，好不好？来啊，我们数一下啊，来，你准备来唱歌好了，三二一，我们什么不会啊？你看没有，这就是精神，就这种。对对，底下这帮姑娘看见咱们两个，都想以身相许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上回我人有跟我说，长得好看的呀叫以身相许，长得就是比较一般的叫恩将仇报，是不是？我看是不是？没事。好嘞，让。我因为这就是那首诗，细腰得配大长腿，鹿晗就得跟大张伟啊。是吧？这是什么时候写的？我刚写的啊，刚写的，没事，无所谓了。然后这样，然后陆老师刚才咱们说过了，然后咱们像咱们友谊特别好嘛，现场也来了很多友谊至深的好朋友，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啊，一对儿，对，一对一对的，对，然后他们都是一对二，一对嘎的，一对 K， 然后谁知道一对就是什么？然后但是呢，咱们现在大屏幕呢就会马上扫扫啊扫。只要停到哪儿，就跟 NBA 一样。然后呢，啊、陆老师让大家那两个人做什么，他们两个就要做什么，好不好？我吗？你说你是大嘉宾，好嘉宾，你得加起来呀、啊，好不好？你得宾子呀，大宾子。谁知道你怎么回事？就这样。然后只要你喊这么着，你喊停，好不好？停就行。然后那个说干什么这个事儿还是由我来。行，好。那我喊停，毕竟你是偶像，我是街坊，咱俩还是有趣。二哥会武术，谁都挡不住。